那就两栋啊。我说这一起因为上面有很多，那是桌椅吗？那它也是餐厅啊，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去过、啊。你说哪里？那里啊，那一大堆桌椅啊，从来没有去过。无尾锅的。比较高级的餐厅啊。哦，所以你没吃过？没有啊。哇，大家都是吃分子，两手。好，来走吧。太嗨了。